流行音乐，它被称为中国原创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开路人。对流行音乐的印象，音乐应该是我的。他从业三十年来，所创作演唱的歌曲一直成为永恒的经典。蓝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让世界看。歌手波峰做客艺术人生，精彩马上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做客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呢，在中国的流行音乐以及原创音乐界呢，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人物。按时下的话来讲，他是中国最早的唱作人之一。他的很多作品呢，具有鲜明的时代标志性的意义，也可以说他的很多作品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他就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人郭峰，来，掌声有请。大家好。首先上来先给大家献上我自己的曾经所创作一首歌曲，大家非常熟悉的《让世界充满爱》，献给你们。心永远属于你。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来来国芳，谢谢。你好你好你好，哎，杜老师你好，叫终于来了，叫谢天谢地你来了。很多年了，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谢谢你，谢谢你。他真的是听到这首歌，我相信我们现场的很多朋友，眼前一定浮现出了很多美好的往事，对吧？这首歌的音乐一响，我就看到场下有很多朋友和着跟你一起唱。而且刚才我开场的时候就说了，你的很多音乐呢，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这首歌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代表作。是是是，这是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应该说是让大家知道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对，是你的成名作。是 是而且呢，这首歌应该说也非常具有意义。对，应该是1986年吧。1986年，30年前，百名歌星在工体的演唱会。那当时这首歌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诞生的？你那个时候多大？啊，我那个时候也不大，22岁。22岁。啊，所以很小，所以在那个时候。突然有这么100位流行歌手集中在一起，来为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当时是国际和平年，没错，大家一起来呼唤和平，呼唤真爱，呼唤这种国爱。我觉得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大家觉得哇，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流行音乐也同样的可以改变一个大家对流行音乐的印象，同时也能够去创作出来和演唱出来。更有意义、赋予使命性的这样的一种音乐，没错。而且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呢，可以说是第一个站在人性的层面，以博爱的方式呼唤世界和平的这样一首音乐作品。是是是啊，因为当时能够有100位歌手在一起，所以大家能够突然那一天，我们是第一次，反正我是第一次看见有这么多的流行歌手在一个场地里面出现，当时大家都非常激动。而且从形式上来讲的话，从形式上来讲也一反原来上台都要穿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礼服。对对，在那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看到了文化衫，我们看到了牛仔裤啊，我们看到了大家上去不再这样唱歌了。对对，而是大家很随意。对对对对，大家非常随意。其实是这一首歌曲，我觉得到今天为止已经超越了我当时有可能创作的初衷。创作只是有可能只是一个创作一个作品。我可以这么讲吧，对，30年，经历了30年岁月的洗礼，当这首歌再次唱响的时候，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可以称为经典了吧，大家同意吧？同意哈。哎，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特别自豪的一件事儿。我觉得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吧，很幸福的感觉。那么我觉得这首歌曲已经不属于我自己，属于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有可能是一个全社会，或者是一个全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精神。没错啊，因为每一次我看到，特别是有一些大灾大难的时候，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我也很激动，我也觉得哇，这首歌曲能够在几十年以后哈，还能够依然的去延续它的里面的一种精神，特别是那种大爱的精神，把大家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过去的地震的时候，水灾的时候，我也参加在其中，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我自己的在唱自己的作品一样的感觉，我也在其中，好像是哇，这首歌曲这么能够大家鼓舞大家，我觉得有可能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我自己觉得哈，是一种又熟悉又遥远的东西。没错，这就是感染嘛。从百名歌星开始唱这个，对，后来变成了千人唱，对，到后来现在应该说在某些场合是全民在唱。对，就你说的，当遇到大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5.12地震，我都唱过啊，我也加入其中，成为这个演唱者之一。因为在那个时候好像它能够代表我们的心声。对啊，对，有可能有些时候在一些大的主题当中，有可能一句话，就让大家马上那个心里面就会觉得很容易在团结在一起，就给轻轻捧着你的脸。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当一个事件的时候，你把这句话出现的时候，你觉得哇，真的是那一个很温暖，很温暖。对，它呼唤人们是内心深处的那种向往和平，或者说是一种博爱的这样一种精神。是是是，所以说这就是音乐作品的感染力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计算过这么多年你一共创作了多少音乐作品？
啊，我都没有去计算过，没算过哈、啊，那不难为你了。那、嗯、在你创作的音乐作品当中、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嗯，其实创作的歌曲有很多，因为每个时期的时候，嗯，自己的每个这个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经历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创作的时候都是有可能是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记忆、嗯、或者是那个时候的一种灵感的迸发啊，比如说像让世界充满爱，有可能是30年前，嗯啊，后来又有很多的像心会跟爱一起走、甘心情愿、永远、移情别恋等等吧，就是不同的阶段你有不同的太多太多 对, 对，太狡猾这个人啊，这种回答一般都是狡猾的回答。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从歌曲当中，从我这一生歌曲当中带给社会，嗯，带给所有的大家的这种，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说，有可能让世界充满爱，是我这一生当中的作品当中，我觉得是无法超越的。对，依然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是是是是、啊、是。那30年了、嗯，我们的流行音乐乐坛呢，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变革着，各种唱法现在我们到哪儿都可以听到，是吧？而且现在各种形式在层出不穷，是吧？现在连这个把头包起来唱的都有了，啊，根本就不露脸儿那种唱法都有了啊。那在你看来啊，在这个变化当中，让你觉得欣慰的是什么？让你觉得多少有些遗憾？我觉得欣慰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嗯，特别是在音乐方面、流行音乐方面，我们看到了一代一代的新人出现，一代一代的作品出现，越来越让这个社会来接收整个流行音乐的各种不同的这些艺术方式，嗯，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欣慰的，嗯，但是呢，觉得遗憾的呢，就是越走哈，觉得好像是流行音乐有可能更多的是在流行方面的发展，有可能音乐方面有可能越来越觉得好像是哎，到底音乐在哪里呢？有可能大家觉得这个人很火，这个人的印象很深，但是他到底唱过什么样的歌呢？没有。所以有可能大家更多的现在目前音乐更多的是注重于一种形式和一种宣传包装啊。但是真正的音乐，我觉得音乐还是要用音乐来说话，音乐还是应该音乐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大奖赛，很多的比赛出完以后，人留下来了，歌没有，歌还是在唱老歌，嗯，歌还是在唱过去大家熟悉的歌曲，经典的歌曲。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是时代的变迁，时代的变化。我还是希望能够在今后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不仅是我们的形式方面，我们在更多的类型方面有更多的变化，同时我们的音乐也能够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去能够去喜欢，甚至是能够创作出来我们未来的更多的好的作品出来。说得太好了。对，就是它不光需要流行，更需要流行音乐。对啊，好，对，那我们还是围绕着音乐来说啊。是，音乐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啊，嗯，都有不同的位置，是不同的感受。是，那对你来讲，音乐是什么？我是从小啊，3岁就开始学钢琴。你想一想，音乐应该是什么？音乐应该是我的生命。我觉得音乐已经注入在我的每一个血液里面，嗯，注入在我的每一个神经里面。我觉得就融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方方面面、啊、点点滴滴，不可摆脱，不可摆脱，肯定，对，有可能这一生都是这样。啊，你刚才说了，现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呢，很丰富啊，应该说形式多样。对，对，你有没有想过尝试一种新的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那个90后的那种音乐是吧？嗯、从形式表现上来讲，真假声你都听不出来的。嗯。然后呢，从节奏上来讲，你也搞不清楚是3拍子还是8拍子的，啊，就是说，它是一种，让我们说来是一种这个混搭的啊，那么一种音乐，你有没有想过要去尝试那种更前卫的东西？其实我什么音乐我都尝试过啊、所有的，
啊，包括你刚才说的，嗯，包括那种 rap， 哎哎啊，就是那种全部、啊、都有，什么都熟，什么都尝试过。但是我觉得，我的体会哈，嗯，所有音乐到最后灵魂的东西，就是那么一个旋律，需要好听的旋律，需要那一句旋律让大家能够记在心里面，能够真正打动，真正能够打动啊。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是最关键的。回过头来想问你，你觉得你台上的这个郭峰跟生活当中的那个郭峰啊，区别大吗？如果大的话，它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完全两个人。两个人。我觉得在台上哈、啊，说话还好一点啊，还比较正常。哎，不是也不正常。不是他，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时候都是那种充满了激情啊，你大恨不得就要蹦起来。对对对，那个是另外一个方面啊、就在音乐当中，嗯，我会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就是一下出窍的感觉，就是音乐一下我就会有兴奋，你瞬间就会兴奋， 啊，在舞台上面我觉得我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当中非常兴奋，非常愿意和观众进行互动。啊，进行互通的这种感觉，嗯，啊，特别是观众哇一起来，有刚才大家的掌声一起来，我心里面的那个细胞马上噔噔噔噔全部起来了，就觉得很激动，被激活了。我是一个必须要互动的人，嗯，我喜欢互动，就跟我在前几年我做钢琴音乐会一样的，嗯，我就把钢琴做成什么呢？哈，我不要人听。我要让人互动，到最后这个钢琴音乐会到最后全部的人全部站起来跟我一块跳，嗯，全场大合唱，就好像我在钢琴音乐会以后成了个大伴奏带一样的感觉，对对对，在伴着大家非常在舞蹈，对对对、啊、我觉得那种感觉哈，我会很兴奋，嗯。上面大家嗨，我更嗨，嗯，对。但是我在台下，生活中，我觉得我就是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人。不是你是也不愿意，也不愿意正常法吧？就是基本上，我觉得我还是按照跟大家一样啊，吃喝拉撒睡这个不用说，正常的和朋友交往，正常的该谈事情谈事情。因为每一件大家所看到的，我们所看到听一首歌，我在站在这个地方听一首歌，大家觉得很有享受，嗯，但是一首歌它的产生，从作词作曲编曲制作演奏演唱，一直到合成出版印刷，到大家拿到这个 CD 的时候，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过程，嗯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天天跟大家一样的，必须要每一个部分都要去做的很严谨，一个一个要去做。比如说我在录这个吉他的时候，那我也要和吉他手，我们面对面的跟他交流，怎么弹每一个音，怎么弹，好，每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歌手也一样，好，每一次当我在做这种大合唱的歌曲的时候，都是上百人，哇！我前段时间录了一首歌曲叫《生命》那首歌曲，这个是100个歌手来演唱的、但是今天100个歌手和过去100个歌手的完全不一样，不可同样。对，让谁送麦的时候，咱们一叫就来了，大家骑着自行车就来了，嗯，没有什么，大家就觉得哎呦刚好有个机会了就来了。 对，但今天你要叫一个人，那可不是一般的，那是那一来啊啊，不是马丁的问题，关键他一来的话哈，需要有好10多个人陪伴，嗯，你这个就太复杂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两天就录完。这一次我一首歌花了7天时间，每天就等歌手过来。好，我就说这些过程哈，就是每一个我们录歌也是一样的，一句一句一句的，我们也像正常人一样的。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可以把自己高高在上，在台上和台下的感觉，我们必须一样的，依然的要和所有的朋友在一起。大家要交朋友，一点都不错。有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一直在说，我说其实艺术家跟科学家没什么区别，对，他们就是住在这个筒子楼两端的
一对孪生兄弟。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艺术家呀，如果把我们的这个音乐场所比作是一个实验室的话，我们在进入实验室之前我们特别正常，我们属于特别理性，就像郭峰说的，是一板一眼的去设计，去认真的配器啊，编配，是然后呢交流合成，对，最后从实验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是疯子，那在台上哇哈哈就开始表现。科学家跟我们恰恰相反嘛，对不 对他们在进入实验室之前一定是疯子，对，他们又不放开想象去畅想他将来的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子，没有想象的话他怎么可能进入实验室去严谨的对去做一步一步的实验。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的时候是这样的，是吧？这不是孪生兄弟吗？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和我们做工作其实和大家是一样，只是工作的内容不一样。对对对，大家每一个做工作的做每一项工作，哪怕是扫地，他也是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一个的这一步，我们也一样。我们今天能够形成我们在台上的自由，嗯，是希望是我们在下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积累，嗯，才有可能在台上的自如。啊，这个我觉得，所以台上和台下完全是，我觉得完全是两个人。对，应该台上是艺术，台下是生活。就是台上是从实验室出来了嘛，对对，台下是进入实验室的过程嘛，啊，对，所以他就是这样。你有一首歌，嗯，我特别喜欢，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就会很吸引人，嗯，啊，心会跟爱一起走，多么有哲理的一句话啊！心会跟爱一起走。你看这首歌名出来之后，我们说起来好像很顺嘴儿，但它没出来的时候，你能琢磨出这事儿来，它挺不容易的。它是一种情怀的表达，好像你的很多音乐作品也都在表达着这样一种情怀。是，就是从。有可能从情爱，对，有爱，有爱，大爱，对，没错，这是对，也是人的人性深处最能够打动我们的，是是是啊，心会跟爱一起走，说了这么半天了还没反应过来啊，来了，好，那我想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一个我自己在人生当中的。第二个转折，因为这首歌曲是我在从88年底的时候，那我就到了日本和新加坡，一共出国了8年，那是九十年代的时候，95年的时候我又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就带了这首歌曲。那我觉得这首歌曲最主要的是让我的人生转变了一个更大的一个角色，就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所以这首歌曲既是我当时是和陈洁仪演唱的。那今天陈洁仪不在，那我就和大家一起来演唱，好不好？好，大家一起来互动，好吗？好，那就把这首《心会跟爱一起走》献给大家。有人如此贴近我的心，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偶尔无心的伤害全都为了爱，心会跟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大声一点，心会跟爱一起走，乘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也许一切太完美，感觉像在飞，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所有的人都沉默，除了你和我，
只要星星会出现，我的爱不变。一起来，星会更爱，上天都变成沧海，谁来成全爱？星会更春风都化成秋雨，爱就爱到底。谢谢你们，谢谢。为爱那片宽阔的天空，容许爱有更遥远的梦。一起来，啦啦啦啦。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音乐的感染力吧？这一看，刚从实验室出来，又疯了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快乐。确实啊，这种互动起来，这种感觉非常好、啊、开心，开心，开心。哎，你刚才提到了你去了日本，对吧？对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在我心里一直觉得是一个谜啊。你当时去日本的时候，应该说是你最火的时候，是对吧？是。是什么原因让你去的日本？其实是在日本新加坡之前吧，我是先去了日本再去新加坡。嗯，在新加坡之前我主要是做的是制作和创作啊，创作。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是应该是在中国国内的应该说是第一代做电子音乐的。嗯，就是用电脑来做来制作音乐。嗯，叫 MIDI。 嗯，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很早以前，很早以前的第一代。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是很想学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流行音乐，但是什么叫流行音乐，到底流行音乐它的制作为什么别人的声音这么好听，我们的声音为什么就不好听？而且流行音乐它的主要的乐器的生产主要是在日本，在日本，日本、啊、哎，生产国主要是日本。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非常希望能够有机会能够去真正的系统的去学习流行音乐的制作，当时还没有当歌手。嗯，还没说过，只是想做制作，所以就刚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就去了，就马上就去了日本。嗯，就主要在日本的那几年当中主要是做音乐的制作和音乐的创作。一共出去了几年？一共出去了8年。8年时间。但这8年时间等郭峰回来以后，发现我们中国音乐或者叫中国的流行音乐变了，是完全已经不是你出去时候那个样子。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啊，而且呢，当时郭峰走的时候，人们都很好奇，说他去哪儿了。对，喊了2年他也没回来。第3年人们就开始去注意别人了。对，第8年回来的时候，基本把你忘了。所以吧，你说你是不是你这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过分啊？对，这个其实但确实，当你回来的时候，一大批新的啊歌手啊，这个包括音乐人。就已经在我们眼前了，你知道吗？啊，有一个现实，有可能你我说了你不太相信。你说，其实，在我的《让世界充满爱》那个郭峰，嗯，和今天的《心会跟爱一起走》的郭峰，嗯，两个郭峰拉在一块儿，你知道经过了多少年的变迁吗？多少年？至少15年。
你为什么会这么讲？十五年之后别人才知道这两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啊、嗯、你知道吗？那谁让你消失了八年了，对吧？所以很多人因为在流行音乐它的变化很快，特别是年轻人、嗯、非常非常快，一代一代的啊，因为流行音乐基本上还是属于年轻人的这个喜欢的这个音乐形式，所以那个时候走完以后，大家都觉得那个是过去的一个，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别人说、嗯、走了一个老作曲家、啊，回来了一个新歌手，所以就是这个过程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大家可以这么讲啊、嗯，如果当时你不走的话，其实你一直可以屹立在中国流行音乐的巅峰，啊，领袖式的人物。虽然你很年轻，但你走了八年，再回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山峰早已经被人占领。你想攻打上去，就你说的，让他们把那两个国风联合在一起，你都用了十五年时间。对，啊，那在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心里应该还是有落差的。其实是我觉得人从原来走到哪哦郭峰，到后来走到哪我就是那个郭峰。你说的这个没那么惨，没我就是比喻、啊、没那么惨，因为后面大家所认识的，特别是年轻的八零后的，嗯，基本上就是从让新会跟他一起走来认识我的，大家对过去的历史根本就不知道，你知道吗？让世界充满爱知道，小时候就开始唱。但是这个创作者他是什么历史完全不知道。那嗯，你说实话啊，嗯，对，你在心里头有没有过一丝的觉得后悔啊，或者觉得多少有一点哎呀挺遗憾的，有没有过这样的情绪？不是一丝，到现在我都很后悔。我干嘛要去？不过我觉得是应该是正反面哈、嗯、有可能离开了以后，有可能就给你刚才好，朱老师说的这个有可能有很多失落，嗯，啊，有可能失去了这个市场的一种连接性，但是呢，我的的确确这八年当中给了我很多的新的血液，我想的话，我能够今天还能够站在这里，不是说的，而是真的是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经历，有这个，就是因为这八年给我思想上面的一个新的一种血液的注入。有可能才到今天，我能够再去不断的去创作新的作品，不断去创作新的艺术。哇，你这正是我要说的，可能这八年让你失去了很多，也获得，但是这八年也让你获得了很多。是是是，而且正是你说的这样，这八年的这种历练可能会让你的艺术生命更长。对，其实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说一下八六年的百名歌星演唱会，你现在细数一下，那百名歌星目前还能够站在舞台上的还有几个？十个都不到啊。哎，我有一个主意，哎，你应该把那个八六年那个百名歌星音乐会的那个海报找出来。有海报吗？当年有海报。把那个没有海报，没有海报，有唱片，但是有唱片，大唱片，有大家的合影吧？对，有有合影哈。你应该把那个找出来，然后通过你的这个媒体平台啊，把它发布出来，然后让大家说或者让大家猜这一百个人都是谁。哎，这个挺好，挺好的吧？刚好明年马上就是，没错，这个让世界充满三十年，整三十周年。对呀、啊，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啊、我觉得它又是一个小的活动，又是一个对时代记忆的呼唤，啊，同时呢，我觉得特别好，也让我们还记起三十年前那百名歌星当中的每一个人，对，啊，哪怕已经早已离开我们视线的那些人，对，他毕竟为中国的流行音乐做出过努力和贡献。对，对吧？好主意吧？特别老费，特别棒，特别棒啊！好了，站着聊了这么长时间了啊，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我们的宝座上来，坐着接下聊啊，接着聊。为什么要坐着聊呢？我一聊你就知道了啊。来，请坐。我告诉你，坐这儿我就不跟他谈音乐了，我跟他谈点别的事儿。你们都不知道，郭峰最近根本不务正业，啊，不是最近，最近几年，最近好多年啊，都不务正业。作为一个音乐人，不好好写歌，一天到晚的啊，就研究马屁股、马尾巴的功能，这事儿啊，对，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也没什么关子可卖的。现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艺术品啊，这个陶瓷的马后边的油画，
都是郭峰老师的作品。啊，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来了，从音乐到艺术品的设计、制作以及绘画，对，你想表达什么？其实是我觉得在音乐的创作当中，嗯，其实每次在创作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画面感，如果没有画面感，没有色彩感，有可能我们就无法去创作出来一个好的音乐，特别是要想象一种很好的场景。那我觉得只是把这种，我一直希望能够在很多20年前嘛，我就希望把这种的一种感觉，是不是从我的想象当中落在的一个实处，就是是不是能够给它画出来，嗯，给它用一个视觉的感觉，能够也能够把一些艺术的一些小小感觉能够体现出来，就是把我们心中的旋律节奏、节奏用这样一种实物展现出来。是是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就产生了这样的两种形式的这样的一种艺术品。对，因为这也不是秘密了，大家都知道我也画画。对，有很多人赞许，也有很多人说你不务正业，更有人说你撬我们的行啊。这事儿呢，就说你绘画，对你绘画，对你这个制作这个陶瓷的马，嗯，这样的设计，这样的工艺，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绘画比较早啊，绘画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画。嗯，啊，完了以后陶瓷是最近几年的。嗯，最近几年因为做了画以后，也做了一些雕塑啊。我是非常喜欢陶瓷、嗯，因为我觉得陶瓷从泥变成瓷这个过程非常神奇。有 China 嘛？对啊，非常非常神奇啊，嗯！而且它所产生的颜色、产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神奇的啊，所以我很喜欢，所以也刚好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马的一个载体，嗯，来做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实验啊。但是呢，我主要还是放在我的画上面，嗯。画我画了有将近20年左右，20年左右了，对对，就一直在喜欢油画。而且呢，现在还不得了了，现在做世界巡展，已经走了好几站了，好像。对，是吧？对，效果好像还不错。对，走了美国和台湾，去了。去了美国和台湾。对，就是马上去西班牙、法国和泰国。啊，这我们必须要说清楚啊，去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啊。对，你看这已经去了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对吧？对。去了以后怎么样？很好，反响很强烈。反响很强烈。那这两次主要是带的是陶瓷马，嗯，出去，非常非常的喜欢。哎，但我听说你的油画好像也有比较重要的这个艺术品收藏部门。是收藏了。那我在上个月吧，刚好不久的之前，是有一幅画专门为这个我们的这个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吧，创作一个叫眼睛。那这幅画呢，现在已经被戛纳艺术宫被收藏，而且是由他们的戛纳政府的议会决定来收藏的。啊，这个是在，应该是在中国人当中的画被正式的作为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这个是第一次。哎，你看看，那现在就问题出来了啊！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定位你呢？音乐人郭峰，画家郭峰，这马应该叫什么？陶瓷艺术家郭峰。玩票的郭峰。其实怎么定位你啊？其实不用定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爱好。哎，就像朱老师你一样的哈，有自己的绘画，有可能自己的兴趣和热爱，这个是第一。哎，有可能在过程当中又觉得，哎，是不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把自己的一些主张能够融进去，作为一个特色。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画一样的，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是我表现的其中的一个京剧的一个画，啊，大家所看到的那和其他的所有的所表现京剧的艺术品都不太一样，因为我的绘画主要是色块，就在我画当中没有线，大家所看到的没有线条。你知道吧？刚才搬上来的时候，这个书是反着放的嘛，
这样，我一看郭峰快色，人家是色快啊，对，色快，这是他的这个绘画作品集啊。对，那我很有意思的呢，就是在我的每一个作品当中，我都有用钢琴来为我每个作品来创作和演奏，所以在这个画册的最后面有一个唱片，大家可以听到我的音乐，看到我的画。啊啊！哎，所以我当时我就提出来一个概念，叫听画看乐，就是画是可以去听的，嗯嗯，音乐是可以去看的，嗯嗯，所以其实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对吧？啊，音画，它是一个音画，对对，是非常非常。咱们俩碰一下这个，咱们俩碰一下这个心中的感受会不会一样啊？我问几个问题啊，嗯，其实我心中都有答案啊。对，我看咱们俩能不能碰上啊？对，绘画和音乐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它就是个孪生关系，画是一个固体的音乐，嗯，音乐其实是一个流动的画。我觉得就是在一起，人家比我说的高级，人家比我说的高级，在我的心里，画和主持是互补关系，因为我在台上疯狂，我在画室安静，哎，所以它是一种互补关系。也一样，其实是我觉得感觉是一样，因为音乐是动嘛，嗯，画是静，嗯。其实有的是一动一静，一动一静的感觉，啊，所以我会坐在画室里面，我也一样的，可以坐一天一天的坐。你有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们每个人是不可能所有的情绪都是健康的，没错。我们心里会有垃圾情绪，对。但是当我绘画之后，我发现特别好，我可以把我的情绪宣泄在宣纸之上，不去污染别人，我污染的只是我眼前的这张宣纸，而且污染完以后，我觉得没有必要留它的时候，咔一揉，啪。垃圾桶里进了，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它是你的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对，对，另外一个途径。对，因为我们在音乐作品当中，特别是我们的环境，嗯，啊，我觉得我自己有可能是更多的去主张一种友爱、情爱和大爱，但是就跟你一样的心情，不见得说永远是属于那种明朗的、快乐的，不可能的，嗯，人也有灰暗的时候，嗯，那有可能这个时候跟你一样。就把这种心情和这种情绪全部注入在我的画里面，所以我画里面有孤独啊，有悲伤啊，这东西比较多啊，我觉得蛮好的。但感觉它确实就是我们一个情绪的，嗯，特别真实的写照。是是是，可能有的画别人都不一定能看得懂，是，但是当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画的时候，哦，我明白那个时候对我主张的是什么。是是是，是这样吧？会啊。那对于绘画来讲的话，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我的绘画将来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嗯，绘画艺术也好，啊，陶瓷也好，嗯，我希望做一些我自己曾经没有想到的，甚至是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情，我能够想到，就跟今天一样的，今天我能够想到色块。好，啊，这个是在我们的画里面，在绘画当中。很少有人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概念，嗯，和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画的一个构成，啊，就像今天这个马一样的，朱老师，你看这个马有什么东西和过去你看到的陶瓷马不一样的？我还真能说出来，我告诉你，你说，因为我是从大西北出来的，像这样的马从这个陶开始到瓷，对，是吧？在我们西北都有出土，对。咱们那个旅游标志马踏飞燕，那就是我的家乡甘肃武威出土的，对啊，雷台出土的。对，我告诉你这个马呀，我说的不对，你可以批评。没有没有没有，你说啊，这个马，在我看来，其实你最大的突破呀，是怎么说呢？取消了以前在我们的陶瓷工艺当中不能达到的四条腿的平衡支点。为什么这么讲？原来我们出土的所有的马，除了那个马踏飞燕是一个例外啊，那所以它成为中国旅游标志。是，它的工艺实在是难以想象，我们的祖先可以做到那样的平衡，因为陶瓷在烧制的时候它是有一个缩的一个过程，嗯，所以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马腿就软了，扑腾就倒了，它这个平衡支点非常重要。所以你注意去看，无论是兵马俑的
这个陶马，还是我们其他的墓葬出土的瓷马，它下边都有一块瓷板。对，它这个马腿是被那个瓷板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体的，像你这四条腿直接杵到地下的好像还不太多。我可以说啊，你说的这个问题绝对是一个专家。真的吗？真的。哎呀，谢谢，我是专家啊。真的。因为为什么哈、这个是我在做这匹马的最大的一个突破。我们在千年的中国的陶瓷的文化当中，只要是陶瓷马，大家所想象的一定会有底板。为什么要有这个底板？是因为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从泥变成瓷的时候，它有一个收缩，有20%的收缩。所以像这么大的陶瓷马，如果在窑里面收缩的话，它一定会变形的。就这四个腿哈，它不可能，三个腿很容易，两个腿也很容易，但是四只腿放在上面是平衡的，是没有任何的，看到没有？没有任何的，就是四个腿平行的，这个在技术上面过去是从来没有过，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把千年的底板给去掉了，给拿掉了。对。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其实是做的话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尝试。那我们做这个马，我经过了有将近4年的时间来研究这个马，当然是也和很多的这个师傅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商量。所以这个马最后形成是，我们是从这么小开始，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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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放大它啊。对，而且到今天这个马的形成，大家看到这个是一个马，你知道吗？要多少马来堆成一个马？我们现在计算过，有可能是40匹才能够烧成一匹马。经常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支点的这种变化，对，所以它成功率很低，有一点点碰运气的感觉。碰运气的感觉，它这个的成瓷率非常非常低，所以我们也是有一部分是大家在研究，包括泥的研究，包括这个支点的它的力的这种研究啊。但是呢，更多的有可能还有一点点就是碰运气。那在这个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失败嘛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得到的是什么？只有没有不能做的，只有不敢想的。只要你能够敢想，就一定能够做出来。我们艺术人生的官方微信已经开通了啊，您可以啊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搜索 CCTV 艺术人生来登录我们这个平台。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你可以跟我交流，也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交流，而且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呢，你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关于艺术人生的资讯。不管是我今天是做画也好，做马也好，做依然做音乐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永远不会变，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为你祝福快乐。